位置咧喺大埔墟站啊。我今日咧嚟依度做一个 research 嘅，因为咧其实我虽然去过大埔好多次啦，但系其实大埔墟站咧我几乎系冇乜嚟过噶。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候都系搭唔同嘅巴士啊、小巴各样，已经直接可以入到去大埔市中心噶啦。而大埔墟站咧，其实同大埔市中心真系差好远。咁啊，另外我都曾经试过喺工业村入边翻下工啦，但系咧都好少会无啦啦嚟大埔墟站嘅。好啦，点都好啦，咁啊望望又有啲乜嘢嘅？咁或者我搵幅地图望望先。咁留意到咧呢度有两个出口咧 ，A 同埋 B 啦。咁就咁睇咧 ，A 出口咧有分翻三个出口嘅 ，A1、A2、A3， 另外就系 B 出口。咁我头先一开始嘅位置已经系 B 出口啦。咁 B 出口简单啲，或者望下 B 出口啲咩先啦。顺便咧望埋呢个咩铺头啦。咁啊有扎提款机、汇丰、恒生、中银、HKTV Mall。行翻出嚟依边系 B 出口嚟嘅，望清楚一样嘢先，就系 B 出口其实系个名系乜嘢咧？咁咪望埋呢边先啦，有 Starbucks 啦，有鸿福堂啦。B 出口咧系广福村嚟嘅。不过老实讲啊，嗱，广福村喺呢度啊嘛。咁 B 出口喺度嘛，其实距离都应该几远下嘅喎。点都好啦，过去望望啦。有间 Seven QB House。一出到嚟咧，见到有个的士总站嘅，有绿色有红色。我对呢一度系有啲印象嘅，因为我以前喺南华早报道做嘅时候咧，佢呢度有架 shuttle bus 可以入到去，所以我都几经常咧会去到呢一个位嘅以前。咁啊，遠望就見到一個小巴總站嘅，小巴總站嗰邊應該係 A 出口嚟嘅，咁唔好過去住啦。呢度向後望咧，就見到大埔墟站個月台嘅。順便望一望前面嘅路牌啊，睇下其實呢度佢指住咧係可以去到邊嘅。可以去到大埔海濱公園、舊北區、李文府、大明里廣場、大埔海濱公園，但就咁睇咧，目測都應該距離好遠下。好啦，咁啊过埋去 A 出口嗰边望一望有啲咩先。离远见到个新达广场，咁应该系我一阵间要去重点拍摄嘅其中一个地方啦。另外咧，其实我今日点解会嚟嘅大埔墟站咧？我系谂住去呢个运头塘村嗰度嘅，咁我想拍摄埋佢哋个商场啦。咁因為其實喺大埔區入面，佢應該有六個公屋嘅。咁其中五個我都拍攝過啦，係得翻運頭塘係未影嘅啫。啊，都唔可以咁講，因為咧其實仲有啲新起嘅，我係未去參觀嘅。印象好似喺唔知富亨定喺邊一度附近咧，好似仲有一個嘅。
咁但係起碼講緊有商場嘅屋邨嚟講咧，我應該就係得翻運頭塘嗰個商場我係未行嘅啫。所以今日我係重點要過嚟呢一度，為咗影嗰個嘅。咁係呢度嘅閘口啦。留意到上面咧，似係有食肆嘅喎，點上去嘅呢？定係會唔會係新達廣場一部分嚟嘅呢？呢度咧仲有雜鋪頭啦，榮華、啡粉、如上。哦，呢度美心 MX 嘅，原來上高，明白。君蘭餅店、華裕傑、天人茗茶。A 出口出到嚟新達廣場，咁剛才都講過啦，其實依度有分 A、B、C 嘅啦，一陣間再望一望，仲有鋪頭嘅東海棠。回頭望一望大埔墟站，有條行人隧道啦。呢個行人隧道咧，平時都經常 busking 嘅。咁啊，望一望先。嗱 ，A 一出口咧就話係新達廣場啦。A 三咧就日雅苑、香港教師會、李興貴中學、景雅苑、保良局、田家炳小學。咁啊，都係咦？運頭塘村係呢邊喎，原來。跟住啊，仁濟醫院啦。的一間小學啦，即是有人 busking 嚟噶，不過咧唔好過住啦，我找埋 A 二出口喺邊先。啊，依度仲有鋪頭嘅，唐記包店 ，Snack Express， 濕味絕味。呢邊咧應該係 A 二出口啦，不過咧個牌俾人用緊添，唔緊要啊，照過去。咁 A 二出口咧就有富雅花園啦，六會學院咧係一個歷史建築物嚟嘅，據我所知。跟住哇呢、這個我唔識啦，哦鐵路博物館、童軍中心、中學啦、文武廟，唔係上環嘅咩？咁都係啲學校為主啦。大埔墟大明里廣場，由呢一度過去都幾遠喎。跟住救恩啦，啊救主啊，原來救主教書院。行咗呢邊望一望先，有啲咩呢？順便望埋咧，依度有個旅遊景點指示牌嘅，佢話我喺度喎。咁但係其他地方會遠一啲咧，圓洲仔公園四里 ，OK 四里即係講緊廣福里啊、大榮里啊嗰啲啦嚇。海濱公園、大王爺廟，哇好遠下嗰啲。鐵路博物館近唔近咧？單車徑。舊北區李文府，哇，其實都唔近嘅喎，就咁睇個圖，望埋呢邊啦，呢個牌都係剛才有聽過嘅一啲地方啦。不過就咁望真係唔特別近喎。留意到咧，下低有個巴士總站嘅。呢度行咗出去邊嘅咧？
市系比较近大明里嗰边啦。呢度咧叫做达运道啊。哦，原来呢一度已经系新达广场嚟嘅 ，OK， 即系新达广场下低有个巴士总站，新鸿基嘅。行多一段仔，去到前面路口嗰边，我就翻转头啦。咁咪即刻加快速度先。富雅花園。到底呢度有瓦車頭行到尾去邊嘅咧？好啦，咁咪唔好行过去啦，实在好似有啲远啊。咁咪睇一睇 Google 啦。咁其实咧就咁睇嗰边比较近嘅，可能系一个大埔墟街市啦。宝香街啊，嗰边啦，系喎，宝香村我未去过，其实。好啦，咁啊翻转头啦，去埋 A 二出口，啊 sorry A 三出口，望埋嗰边小巴站嘅。咁嗰边嘅小巴站，其实我以前都有使用过啦。咁啊，我印象其中一架车系可以去大美督嘅。留意到咧，有架巴士64K 可以去元朗嘅。咁其實咧，大埔區本身係一個好大嘅區啦，範圍好大啦，有唔少郊野嘅地方啦。但係咧，個鐵路網路方個鐵路網絡方面咧，其實 cover 嘅位置唔算話好多啊。嗱，佢有大埔站啦、太和站啦，遲啲可能會有埋白石角啦。
但係咧，佢唔似佢沙田咁樣咧，可以 cover 得更加多嘅地方。沙田其實講緊，淨係沙田本身已經好多站啦，五個，由顯徑開始，顯徑大圍第一城、沙田圍、石門、火炭，跟住馬鞍山嘅四個站啦，大水坑、恆安、馬鞍山同埋烏溪沙啦。咁計計埋埋咗成十個站啦，係咪？但係大埔區咧得兩個站啫，所以咧佢哋都比較需要咧係去利用一啲地面嘅交通去做依個運輸嘅。好啦，去埋 A3 出口穿過去啦。有人 busking 啦。嗱，咁呢度咧都話咗俾我哋聽，呢度有啲咩小巴啦，都好多嘅。有架去池山寺、三門仔、大美督，28K 是去大埔去沙田嘅。咁啊，望埋另外一邊咧，有扎巴士站嘅牌嘅。咁大埔區咧係七字頭嘅啦，通常都係，即係個十位數係七字嘅。咁啊，有去唔同嘅大埔地方啦，包括有富善、富亨、廣福、太和、大埔工業村。喺埋呢邊啦，有啲去其他地方嘅，錦田、元朗、沙田、觀塘。啊，觀塘 T 字頭嘅，未聽過 T 字頭嘅車添。白石角、荔枝角、葵涌、油尖旺。那些都是 N 車來的，太和、工業村，是的，它都將軍澳有個96，為什麼我不認識這車呢？一個這樣隧道位置呢，那就逐條巷走一走啦。八號花園，哇！呢度個嗰個樣有啲怪啊，係咪叫怪或者叫特別咧？嗱，佢咧就前邊咧就有條斜路上去啦，側邊兩條樓梯咁樣啦，上咗去咧其實講緊係兩個唔同嘅巴士站咧，應該如果係咁嘅話，我諗我都唔會每一條都行曬啦，冇理由逐個巴士站月台都睇睇噶，照上去望一望係若望咩樣啦。個巴士站就咁嘅樣嘅，同埋咧都留意到有唔少嘅九巴，佢哋嗰個車身嘅用色咧係同平時有啲唔同嘅。我唔係好肯定，但我估咧佢應該係同地鐵合作，然後做出嚟嘅路線嘅話，會唔會咁樣呢？希望有網友可以話俾我知啊！
咁就落翻去啦。咁我都再重申多一次啦，其實我今日係嚟做 research 噶啦，咁因為我對呢一頭係非常之唔熟悉嘅。咁如果將來咧，我需要去介紹呢個站嘅話咧，我都可以有機會可以介紹到啦。但係暫時睇咧，就好似冇乜可能啊。我呢度嘅隧道網路好似都有啲複雜嘅喎，其他路去邊嘅咧？我諗唔好嚟啊，因為嗰邊講緊係冇路牌冇剩咧。我呢度出嚟咧，佢就話呢度有啲有啲巴士站嘅，但係佢唔係一個巴士總站位置，所以咧就想出嚟望一望。咁樣嘅，只一個巴士站仔咁樣啦。對面會唔會就係運頭塘呢？呢度好似清楚啲，佢话我喺呢度 ，OK， 行到尾就系云头塘村啦，咁我唔过去啦，巴士总站，啊，广福道反而系呢边喎，原来。好啦，咁我翻去啦，因为咧一阵间我都会去云头塘村嘅一定，所以咧。那邊暫時不 cover， 但大家看埋個小巴總站先。busking 嗰個咧唱緊張敬軒嘅《只是太愛你》啊！好犀利啊！让我帮佢和两句啊！好啦，小巴站。好啦，刚才讲嘅小巴站就喺呢度啦。
咁應該咧都已經可以話到俾大家聽，其實呢頭咧有約莫有啲乜嘢啦。咁基本上你當佢係一個運輸中心。如果你再要去轉車去唔同嘅大埔嘅地方嘅話咧，就可以喺度再轉車咁樣咯。其他嘅嘢就真係真心冇乜特別嘅嘢，可能咧有個新達廣場可以望一望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就上翻去大埔站門口就完啦。咁啊，剛才佢走咗一次音，所以就佢話自己狀態唔係太好。好啦，翻到嚟大埔墟站門口啦。咁呢段片咧嚟到呢度啦，咁多謝大家收睇啦。咁我一陣間咧會去一去新達廣場先，之後咧再去運頭塘村啊。拜拜。